朱朱姐加油！啊！现在行三献礼，一献礼，再献礼。李长、局长，为什么有一个长？议员、立法委员，为什么是一个员？咱先这点来了解。他讲，当官不带长，放屁都不会响。这个长，就是负全部责任的。李长、馆长、局长、市长，所有的这个长，负全部责任。啊，员是要创啥？议员、立法委员、乡镇的代表，这个员的都是干部，员的都是要干部，长的都是要做代表。